上自由起家，到现在呢，撑起两岸事业一片天，以至于现在鼎鑫王国也面临了崩盘危机。那么一向笃信风水的魏家四兄弟，是不是也应该来看看话题人物的前世今生？话越讲越轻哦，真理越变越明。我是贵神哥啊，欢迎收看话题人物前世今生啊。啊，在我边啊，这个精通命理风水詹伟忠老师，等等。天哥，大家好。哦，老师你来也真好啊。咱最近的话题啊，拢围绕这个鼎鑫魏家啦。哦，啊，这鼎鑫魏家，你看佮较早基本的这个企业哦，结果慢慢的转换成台湾前几大良心企业，而且佮去对面大陆发展哦，发展佮袂歹。啊，今麦登来台湾发展哦，哦，人讲伊是归于返乡啦，啊，结果说唔知啊，会发生就一个饲料油的事件啊，导致哦一夕之间的身败名裂，遭到全民抵制啦，是不是那鲑鱼也鲑鱼返乡了？当然那公已是鳄鱼眼泪啦，哎呦，那也安尼啦，这到底是鼎鑫魏家以前前世中了什么因啊？那导致现今那样的安尼？你说到前世今生跟这个因果，我们就要感谢，可能是有祖先庇护才有这么好的财富，我们就必须要从前因后果跟相宅如相人来看。宅前因后果，哎，本身你的脖子以上就是父母给你的前因，长得好不好代表你的个性，脖子以下代表你的生活习惯、取的环境跟我们说的居住的工作等等的哈，重要在这个地方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主错哦，鼎鑫魏家，哎，厉害了哈，有姓名风水、穿着风水，有长相风水，这叫做古错风水。原先没有这个部分，嗯，我们称为摸字型的聚财，聚财，钱财一直来哦，没办，而且呢开阔有远景，嗯，而且像摸字型的马蹄形的话，钱进去出不来，是，而且开阔的前明堂非常。好，可惜一片好意，为了把这里整理，花了30亿，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个欢乐。是，可是呢，帮倒忙了啊，这条蛇，还有这个形状，今天看它蛇呢，在五毒煞里面的蛇煞，蛇煞、蜘蛛煞、蜈蚣煞之类的，两个眼睛，嘴巴张开，蛇吞下，哎呦，蛇吞下，哇，而且它的口，蛇口正好对这个出口，嗯，出去就被蛇咬，啊，破财啊，蛇就是我们说龙蛇虎杂的蛇，哦，你在出门要见龙，他出门见到蛇，我是秉持的好意，劝他们赶快把这个除掉，把这个切掉之后，变成我们说的扁钻，也称为刀煞。哎呦，刀煞，刀煞，哎哎哎，不是啦，我没估错啦，我贵神高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全部要冲成草皮，把这个蛇皮跟蛇尾巴统统做一个切割，叫做前明堂开阔有远景，不再出门见蛇，也不会所谓的虎头蛇尾或蛇吞象的危险。老师讲的太对了，就是较早迄个风水有个保留开，后边这块蛇白白这样给去掉，变成绿草。绿地的那种，对吧？充满了朝气，蛇很可怕的，蛇很蛇，哎哎哎哎哎，蛇哎，老师，蛇老师，这么快，快快走，来，邓来，邓来。快快走！那没事，怪老师啊。老师说一招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不是，嘿嘿，你们的灯刷。哦，在居家风水里面，这个绳子外露、电线外露，都属于蛇。别惊啦，咱摄影棚风水盖好啦，没虎头蛇尾啦。哎，这嘛是讲到因鼎鑫魏家古厝的风水啦，吼。哦，原来可可老师讲啊，呢，原来都是有这样的曲折离奇的这些前因啦。哦，对，风水出了问题啦。有形就有灵，除了改变风水之外，孝顺。念经读书，还有我们说的多做善事，才能够完全的远离这个灾难。修养自己啊，那都对了啦啊！谢谢詹老师来讲解哈，来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到我们话题人物前世今生，干不下来。抓龙，破破破破破！今天的灯光主题是：如果你也像小市民一样登广告骂国情，你想骂什么？我们看到他就一骂马总统，说为什么每隔一阵子呢就会爆发食安危机？好，政府的无能呢根本就是帮凶嘛。好，那么尤其这一次，哎，我们也没资格说中国大陆什么地沟油了，对不对？马云，你自己当年吃了9个月的泡面，可能都是汤师傅的。确实啊，这个当年呢，我也曾经啊，连续9个月的时间呢、啊。就是吃泡面，这个英雄不怕出身低啊！我必须跟各位讲，就是所以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不是吃泡面的嘛。是，没有关系，但是吃泡面可以证明啊，气色不会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脑子会变好。你看我能挣那么多钱，是不是？我可以提醒大家啊，就是刚刚看到在我这个对面呢，大家吵得稀里呼噜的啊，其实不需要这样。我个人认为呢。宝岛台湾呢，目前的这个状况都还不错哦，因为呢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说大家在进步当中嘛，你不需要这样一直骂政府，也不需要一直这样子骂这个厂商。这感谢马云先生对我的肯定，是因为你之前呢，
你吃的是重金属的油，对吧？后来进步了，有没有进步？有，因为改吃地沟油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地沟油脏，那脏它净化一点，改吃变的是收水油，是不是？现在还没有收水油了，没有了嘛，现在是叫做饲料油嘛。饲料是给谁吃？是给动物吃的嘛，人不也是动物吗？你看，从重金属油，我们这个整个进化一步一步到了这个饲料油，起码是给动物吃的，是吧？所以我说建议各位呢，这个是不需要去太去强调，太去讲究，你只要跟昨天比有没有进步，这是我们在做科技产业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哦。不过呢，还这个小市民呢二问就是江院长，好，为什么明明就已经有人老早就举报了吗？为什么要刻意隐匿？而且13天呢，害我们多吃13天的黑心油。啊，这很简单嘛，就是多一事不如少，不能这样子讲，不能这样讲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刚刚那个马云先生也肯定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我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他。你听不出来他在讽刺你啊？他是说比后，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？不越来越进步吗？他是这个意思吧？就是说以前都不敢。你阿内改天考试，你给我填啊！不是做院长，我可以帮他讲一下。他说这个你们突然发现了。不公布为什么呢？让你们多吃13天，他怕这13天你们吃不到以前的油不习惯嘛，那食不下咽，你知道吗？我懂你的意思了，是吧？他要有一个过渡期啊，过渡期，慢慢的一天一天的爆料之后，就像养猫养狗，你换饲料不能马上不可以换，要慢慢的调配的，是有一段时间地沟油就是爆太快，突然从地沟油吃到收水油，那段时间很多顾客不习惯，不能乱换的。吴老师，你不会想要打脸江院长吗？有点想手不能控制。最近啊，我民调，我现在的施政满意，创新高的烂，就66%了。对，66%不满意了，但是我有15.6%是满意的。对，我赢马总统9.2%。我感觉还在两。不是，刚刚马云有讲，就要回头看过去，我有没有进步？你们两个加起来还不到50%，真的很可怜。对啊，所以说每个人叫我们道歉，道歉，道歉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道歉我已经道歉过了。没有到你道歉哦，叫你下台。不，现在已经道歉。不是，我也想说哦，这个我们政治人物啊，不是来道歉的，因为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嘛。那我道歉，就表示我的上面是谁？小马嘛。那我一道歉，等于说小马也错了，对不对？那整个政府都在道歉，那道歉已经道歉，大家就知道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政府不一定是要来道歉的，它有很多的功能啊，它是要给大家莫大的安慰，对不对？你说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，我们政治人物到现场。哦，大家给我们哭诉，我们安慰他，哎，他就好了，啊，整个就站起来了嘛。有吗？我上次看到高雄气爆，好像有个手被炸掉了。那马英九到现场，是不是好像人家问他这个手断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怕等秋裤点得用啊，是吧？”人家是被炸断，不是被打断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的用语其实是很诚恳的，就好像他去农场，有没有？他提字，他就提了一个自求多福，他是有隐喻的，他是有隐喻的。我们的总统很俏皮嘛。不是，他有。你为什么不叫他提一个自生自灭呢？没有，他其实他那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食物有安全性的问题嘛，这动物的这个油嘛，所以要提醒那个农场，千万这个动物要好好保护好啊，不要再吃到这些有毒的一些商品。听不下去了，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真的是这样嘛？大家真的是。